大家好，我是金龙。这个时候人在八达岭，玉群华小，做什么呢？嘿，就是来参与这一次的嘉年华会了，非常特别哦。那在玉群华小这边呢，今天的嘉年华节目非常丰富的，还包括了有游戏啦，还有很多的美食，还有很精彩的节目内容，一起来参与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刁校长，很高兴今天我们玉群学校呢，家教协会呢，主办那个嘉年华会。大家好，那么今天带着非常愉悦的心情，重新回到玉群学校，那么也非常的开心，看到今天的这个嘉年华会办得井然有序。那么恭喜大家的付出，恭喜大家的用心。那么也希望说今天一切能够顺利的进行，希望大家的目标能够如愿达至。谢谢。嗨，大家早上好。很高兴我们又来到我们这个玉群的嘉年华会，让我们一起来欢庆，一起来共享这个盛会，大家一起来参与支持。早安早安。今天我们的嘉年华会现在开始了啦，因为大家的努力一定会成功的。早安大家好，我又回到玉群了。很开心，今天看很热闹啊。